comment the vlog， 我脸会大个吗 ？OK， 今天没有什么 content 要拍，就跟老婆两个人去喝咖啡一下，算是喝茶啦，也不懂要做什么。今天礼拜天3点多，如果有什么比较 interested 的东西啊，可以介绍我，我很闲啊。 Okay, let's go. Vlog 咯，拍一点 content 给你们看，不要讲我没有拍，哈。 OK，终于买到了，有什么 feeling 啊？买到了第一天 ，try，嗯，很酸，很酸啊，嗯 ，OK， 终于吃到了，我们第一天开张第一天吃，哼，刚才排队排长龙，所以等了大概多久啊？我们啊，这几点？ 等了大概半个钟这样子，在那边站罚站，为了这个，嗯，好吃，good 啊，到家了现在，然后也话不多说了，刚才吃了那个，我不懂它叫什么名，如果你们可以告诉我一下啦，叫什么名那个什么 ILO。 然后不可以吃太多，吃太多会想要吐的感觉。记得 subscribe、like、OK、share， 拜拜。